千年古墓，就是福州工人建房挖深坑时意外发现几块古老的金砖。随后考古专家赶到，根据考古学家探测，这座古墓墓室里充满毒气，使得考古人员的挖掘工作很困难。经过十多天夜以继日的挖掘，终于古墓的墓穴被打开。这座古墓应该是属八字解读人生，风水改变命运。大家好，居士从业风水26年，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针对八字测算、风水布局、命理分析、事业财运、手相面相、感情婚姻有独到专研见解。如果你的财运不佳、情感不顺、诸事烦心，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8213511，一一帮你调节化解。记住微信2668213511。光彩润泽，充分展示了中国古代瓷器的神。